你们赶过农村的庙会吗？今天是我们这里一年一度的庙会啊，小华一大早就睡不着了，说要去见识一下。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村人呢，这种大场面我肯定是见过的，但是我家跟我媳妇家相差100里路，他们家这边的庙会是什么样的我还真没见过，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区别。弟弟已经兴奋的跳起了舞，把这个放下来。自愿的，没有威胁他。这孩子我估计是没见过这场面的。外婆已经探望好几年了，我们家媳妇也没带她赶过庙会，今天把老太太也带着。哎呀，别啊！小心，小心点。这老太太太重了，一个人不容易抱啊，再给外婆梳洗一下。这老太太咋有点不开心呢？很开心啊！难得出门啊，把外婆的发型搞一下。上次被我媳妇剪歪的地方好像都长出来的，在某个乡下3.1线哦，温柔点哈。上车赶庙会喽。骑车10分钟就到了，这边都开始堵车了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就是这条街啊，已经有那种感觉了。下车了，这些才是农村日常家用品呢。粪机子你们认识不？这里还有打折的鞋，10块钱一双。农村专用的大扫把，又有。草莓5块钱一斤。说这个是白雪公主。那就拿点这个红草莓吧，这种车咱也看不懂啊，一共10块钱的。这边还要买各种膏药的，膏药要不要啊？再往里面看看，哇，这两边全是喇叭声音啊，好吵。本来我以为赶着庙会啊是有大庙的那种，但是其实啊就是比普通的赶集啊稍微热闹一点，多了一些庙会特有的东西。买点菜种，黄瓜1块，小冬瓜1块，这韭菜也是1块，基本上都是1块钱一袋。几块啊？这孩子偷吃草莓呢，霉豆种3块钱一包。这个豆饼你们认识吗？黄豆压的，红豆、绿豆、玉米、高粱啥的，这里都有。吃。都说我们这里是花木之乡嘛，正好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里花花木木的价格。现在还有菊花呢，绿萝15，这个栀子花20，这个是啥不知道，10块钱，长得跟樱桃一样。这个杜鹃15。刘玲，你喜欢哪个？拿个绿萝养在我外婆的床头。OK。15块钱不少了。喜欢菊花不？闻闻。大爷又成交一单呢，我媳妇跟大爷磨了半天价，少1块钱可以啊。你们感觉我们这边的花的价格咋样？和你们那边对比一下呢？再给老太太整双鞋，像这种鞋穿着特别的舒服。我们小时候都穿这种小布鞋的，都是自己家缝的。那时候，这老太太又说不要了，这袜子有点厚了。笑一帮一本，这老太太的脚老是肿，所以得给她定期换。有没有男同志穿过这种小布鞋的？还有这些老球鞋。这种拖鞋绝对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调皮，大人生气要揍我们的时候，就会用那种凉拖鞋来吓唬我们。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啊，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被 K 过。很多人都吓急了，这个是米花糖，庙会独有的东西，就是这个，把米给它炸出来，用糖一炒，再倒入模具里面给它压一下就 OK 了，用那个滚轮给它压平一点，一块软糯香甜的糖米花就做好了，盛点花生糖，15块钱一斤。老太太的牙口还是不错的，两个颜色配起来，这孩子已经吃上了。30块钱。今天来的有点晚了，好多摊位都下集了，应该早一点来。我5点就起来的。我面点都喜欢吃这个，就给他撑点吧。回家少吃点啊、哦，最近咱流鼻血呢啊。赶这个庙会啊，有一个项目是必备的，就是这个套圈了。套娃娃还是套玩具？样套。这边是套娃娃的，这边是套玩具的，10块钱12个，沾边就算啊。先来20块钱练练手。你喜欢哪个？那个要求有点高，说实话。妈妈给你套。哎呀，白瞎了这个。我给你们加油打气啊，套这个。来，你，我拐拉去了。套到啥了？哇，小兔子啊。还有最后一个。很难，再换个摊位，这个就有点难度了，必须套到鼻子才算呢。你喜欢哪个？指给我。我哪个都喜欢，反正我也套不到。先套个前锋。哎，这都准备套到。哎呀，还是老弟可以啊。哎，这个也套到了。梦寐以求的钱包。嗯。哎，哆啦 A 梦啊，我也整一个。拜拜。40块钱的收获。这小猪佩奇脸都红了，这孩子累了。这样有点过分了，花警察知不知道？现在赶这种庙会，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。证明你不单纯了。小时候我奶给个5块钱啊，都能在那边一个下午不回来的。感慨好多呀，要不给你送回小时候去？你们觉得肥肉这个衣服合身不？去年刚买的，今年就小了，非得给你拎上去。收工回家，满两个。
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等你老了，我就要揍你。等一下吃好不好？你下来。要不要？要吧。嗯。啊，不客气。弟弟搁这捡草莓呢，这些都是坏的，你可真虎啊！馋过人家东西不买，不好意思。你要和林阿姨把它划下去。就是脸皮太薄了。你吃的好都不好意思说我脸皮小。那你看视频，我有没有这样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尝尝那个糖米花，这个味道还是和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的，动不动都是烂掉的，可惜了。花雨晨，你在这看大牛呢？大牛。昨天怎么被牛梗的？就啊，就这样梗的。你没揍他啊？你这孩子太怂了。你看这牛上面这个毛，吴伟伟，吴伟伟，他刚才差点梗爸爸，你怎么办？吴伟伟，哎呀，那块毛超级的，这不我自己的吗？你不知道我现在买衣服不好买吗？脱脱过，看看这。这穿一早上的，身上都是味儿。你紧给我拉个懒的，老是推窗绿的媳妇来。这哪是女的衣服？一次我不是绿的似的。没啊。花晨，给我瞪着。你点消息。你瞪着。你真吝啬。就给我穿了，你也不穿，天天埋在那儿。我们家媳妇生气了，估计又去买衣服去了。能把夫妻处成兄弟，一起玩玩闹闹总比打架强。